圆圆，老同学，这么巧啊！这都多久没见了？你就在这儿上班？对呀、啊。这种写字楼里得有几百家公司吧？幸亏我不在这种地方上班，不然公司门都找不着。怎么会呀、啊？有点脑子就走不错。有事没？一块儿吃个饭去。啊、哦，那个，哎呀，走吧，这都多久没见了、我呀，混得还不错，大小也算是个领导。董事长啊？倒也不是，部门经理。哦。年薪也就几十个吧。几十个哭泣这么多啊？倒也没那么多。哇、我就说嘛，吓我一跳，钱哪有那么好赚呢？哎，我老公又给我买了一堆护肤品，我怎么说他都不听，下午还给我约了皮肤管理，非得让我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小夏来了，快来快来，就等你了。哎呀，我也待不了太久，我老公啊一会儿来接我。刚提的新车。哎，圆圆，这一晃多少年没见了，还在送快递呢。送快递？你不知道，咱上学那一会儿啊，咱宿舍那一片的快递啊都是圆圆给送的，我碰见好几次呢。那就是个兼职。那话说那会儿你都买的什么呀？每次都贴着私密发货，害得我每次得亲自给你送过去。哎，圆圆，你找对象了吗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，北京的，也是二婚。你干嘛呀？人家圆圆是头婚。哎呀，你看我，老以为你这个年纪啊已经结过了。没事没事，要我说啊，你老大不小的了，赶紧找一个吧。这个年纪啊，也别挑什么二婚不二婚的了，长相身高啊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有个工作，够吃够喝。我结婚了。公司老总，1.83米，有车有房，体贴细致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余额7位数，资产9位数，人帅心善家教好，阳光气质有爱心。哎呀，好甜！他一会儿就过来接我。我老公离得可能有点远，他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过来。你们有事先走就行了。没事啊，我们陪你等会儿呗。哎，你不是约了皮肤护理吗？你再不去该关门了。我赶时间了，明天再去。行。这么冷怎么早点回来啊？我不是开会吗？老婆都说江湖有些，那什么会不能明天开？主啊，不就是长得帅点吗？你已经300多个。